朋友们好，我是阿良。这不快过年了嘛，好事特别多。今天我们村里有人结婚，等会儿要过去帮忙了，所以今天也是起得比较早。因为我们农村的宴席跟城市的不一样，城市很多是在酒店里面，但是我们在农村就需要我们自己动手做菜啊，这些的都是靠村里面的人一起帮忙啊，一起完成的。所以今天带你们去看一下吧，挺热闹的。谁叫你如此憔悴，多想留念。